好酒好菜全上桌，和同事们聚在一起吃吃喝喝，舞台上还有表演可以看。虽然年终不少公司企业都会举办尾牙春酒，今年疫情解封，大家提前动起来。樱花虾炒饭其实那一份。台中裕园花园酒店下半年的假日订单近乎满档，春酒尾牙业绩相较去年成长一成。在今年价格有微幅上涨，当然我们还是要反映食物成本。福华酒店尾牙春酒订桌也是大爆发，到年底前假日订桌率近乎客满，平日也有七成，业绩成长五成。在提前两个月都已经开始预订，大概成长的幅度大概是差不多10%左右。真爱花园酒店目前订席也有八成满，业绩成长三成。台中今年的尾牙春酒还是以微型最夯，起桌价的涨幅落在10%到15%之间，不少业者价格都有变动，但询问度、接单量还在持续增加，希望把过往疫情期间的损失通通赚回来。由杨三的景城台中采访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